Hello，猜猜唱唱今天要做什么美食？要做蛋挞和西瓜汁。唱唱今天要和我们做蛋挞还有西瓜汁，我和彤彤就等着吃，这种感觉太棒了！咦，把两个鸡蛋搅匀，然后放进牛奶，放一大勺糖搅匀。唱唱现在做蛋挞非常熟练了。已经不用我提醒过程了，过滤一下口感更细腻，再倒进去就可以了，但是不要倒太满。好啦，畅畅，你太棒了，我就是很棒啊。放入烤箱，再加一些甜甜的西瓜汁。我最喜欢喝西瓜汁喽。彤彤，是不是姐姐做你都喜欢呀？是啊。一会儿还有蛋挞吃呢。装得满满当当的，开炸！甜不甜？甜。妈妈，是不是有点大了？没事儿，这样的会脆脆的，好有食欲呀！再来一杯。这个可以两杯。对。哎，太满了！哇，满满的两大杯。干杯！妈妈，我觉得我好幸福。有个好姐姐是吗？是。我觉得也好幸福，有一个好女儿。畅畅，你的厨艺太棒了，越来越棒是呗？好了，我们要开吃了，再见。拜拜。